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玉凯，欢迎来到我的第二频道。那么在上一部我们实战过坏掉的玛雅，那么在这一部呢，我们要让玛雅更坏掉。没错，我们准备了4张逆转的杰克，那就等于我们每回合都可以开上间距的效果。那我们玛雅它本身也是有间距效果，所以等于是开不完啦。玛雅跟杰克互相间距着开，这一对就这样子，每回合都有间距就对了。而且杰克 CD 超短，只要 CD5 就可以发动了。那我们就先随便洗个技能好不好，等待 CD5。 像我们省时间，我们可能就选择不引爆了，然后再加上现在有强化珠，强化珠天降掉了。好，像这个时候来制造强化珠吧。重点是我们要开杰克之后的伤害，所以我选择把新强化珠留下来，这样我在这边就可以。新强化珠要消掉，为什么天降太少了吧？可其实这样还打了蛮多的耶，天降真的是6 combo 太少了啦，我要祈求天降多一点。好，就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给这一队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手转部落说，既然如果他不给我们很多天降的话，我们就自己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手消个8，都比他天降来得好，有没有？手转多了，自信就来了，天降也跟着来啦。我看一下这个夸张的天降20 combo， 登张800万。800万，各位观众，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一队靠手转，天哪，单张800万什么概念？13 combo， 好，这个算是正常一点的，单张也有400万，好。那在这一关呢，我们比较不适合开杰克，因为它会扣血。那我们就开玛雅，开玛雅也是很强的啦。我来看一下怎么转，尽量转直排。好，引爆的哦，天降虽然没有很多，可是还是带不走。那我们再来一次。等一下，这队真的还是很吃天降运气的啦，没有什么天降还是有点带不走，就吃不到那个额外的 1.6 倍加成的倍率，果然还是靠天降的一队呢。好，顺利带走了单张50万的平砍，天哪。好，接下来电击珠，那我们就直接等一下怎么办？哇，糟糕，好，再来一次吧。等一下，不小心空转了。哦，杰克，我在展示杰克的主动技能啦，他是可以回血的啦，好不好？我不管，我这回一定要带走他。不行，太远了，怎么办？这电击珠子一直很不听话，一直给我电到奇怪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叉字也没办法消掉。我真的觉得这队好叛逆哦！你看这个新珠，可恶，说不定直接转还比较好。
用掉了，太好了。这个没带走。哦哟，我就是觉得这机关很烦哎。哦，这个停战可以哎，太好了，17。啊，总算带走了，可恶，开玛雅。天降多一点啊，不要再这样了啦，天降多一点，拜托你。啊，只有11，怎么天降都这么少？所以这队还是很靠脸的。行，哦，更新了，那我这边把它给带走。好，有消到30颗光暗星，基本上伤害就起得来了。好，哎，不会又没天降吧？好险好险！好啦，这个伤害开下去真的是单张百万起跳都没问题的。其实对，不用洗技能啊，那技能开不完干嘛洗？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天降不够而已，技能不用节省，每回合都可以开。怎么又更新了？这一场是更新场吗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有这么巧的事情，只要你那一场有一关更新了，好像每一关都很容易更新。这是根据我多年来更新的一个经验，好吧？更新达人就是我。哎呦，这个天降不错呢。好，再来再来。哎，失控的版面。哎，不会吧 ！Oh my god！ 我决定直接转了。直接转天降还比较多，OK， 第八关，哎，天降还可以12。这一场的平均天降都不多，所以大家可以参考那个值。即使就是天降不多，还是可以打出很美丽的伤害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影片的实测目标就是这样。不用插自引爆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留版面，所以你可以补个血。算了，我先延迟他一回合好了，不然我觉得这血量应该不够，他好像打18000吧。这对唯一的缺点就是他只能开一个技能，也就是我们的杰克跟玛雅的技能其实是冲突的，因为他们都有兼具的效果，所以比较可惜是不能做一波真正的大爆发。不过我觉得这样应该已经很够了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这对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血量不够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吃一颗好了，都打得这么精彩了，对不对？不吃一颗对不起自己啊。
好，我不知道开玛雅会，好，开玛雅应该算是蛮划算的一个选择。我觉得开玛雅就好了，天众再多一点就可以带走了啊。这种话就是在玛雅还没变强之前是不可能办到的，你不可能单开玛雅就把敌人给带走，这个是有点困难的。可是现在增强的玛雅完全可以做到这件事情，顺利 victory 通关了。实战的时间有点久，因为路上遇到了蛮多的风波，但是这一队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打出漂亮的数字，即使我们天降没有很多 combo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实战玩这一队啦，不用路西法也可以玩起来的队伍推荐给大家。如果你的朋友在跟你讲说，玛雅不就是一张可以只靠路西法才能玩得起来的队伍吗？推荐给他这部影片，只要有钱也可以玩得起来啊。好，那么今天实战影片在这边告一段落啦。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帮我按一个喜欢，并且分享给所有认为玛雅烂的朋友。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这种玛雅实测的影片的话，不用了，按下你的订阅按钮以及旁边的小铃铛。那么下次有新影片的话，绝对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那么我是奥利凯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